林好尾永翠阁是日本时代的桥台所，也是保留到很完整的日本式的建筑。富林县新生活发展协会联合着各单位，特别在这个所在来举办着美学相关的活动。好尾永翠阁是日本时代的桥台所，富林县新生活发展协会随便将来体验前和好的文化。够地道的体验，就是穿上和服浴衣，就是也要慢慢，感觉那是优雅，那种慢活的快乐。除了民众提升生活美学，也使感受到历史建筑的文化艺术价值。这个气氛是非常好，因为这原本就是日式建筑的，那在一个日式建筑里面，可以享受这个日本的一个我们说是浴衣也好，和服也好，然后再加上也是我们的折纸道。其实透过举办活动，会使让游客感受到不同的历史风情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